台湾拥有丰富多元的农渔产品，农委会95年开始办理百大农渔会精品选拔，让优质的农产品透过整合相互学习交流，激发更多创新产品。今年则选出95家农渔会产品，分为9大类，有日光鲜果，10多种产品当中就有台东太麻里世家，而在台湾名茶则有阿里山高山茶等等全台知名茶品，在地好米当中有台东卑南米，还有花莲有机米等等近20个产品，云香美食则有来自南投新义的马告花生礼盒，乐活饮食多达26项产品当中就有花莲寿丰山苦瓜片等产品，另外在清勋佳酿有新义马拉桑酒礼盒等等美味好酒，而在上选鲜味有许多海鲜产品，有苏澳青鱼罐头礼盒，在百味美馔则有南投梅子礼盒，另外精选组合有稻米礼盒，还有来自阿里山的周高山茶咖啡，产品在地且多元，更有许多来自部落的农特产品。从300多件的产品里头，我们筛选出来9大类，95家农渔会的产品。以往我们都觉得农产品一般人的感觉就是土产，但是几年下来，我们这样的土产变成了我们送礼的精品。近年来，国内农产品走向精致化，越来越多人送礼时会考虑选择包装精美的农特产品，有别于传统的馈赠商品。而年节将近，各式各样有品质保证的农特产品，民众可以当作过节送礼的选择项目之一。2014台湾农渔会百大精品展，11月25到28号将在台大综合体育馆展出。记者曾大 Q 台北市采访报道。